611和3607，我们现在来到3602。3602看到标志之后，过了隧道就到3602了。它处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峡谷当中。3602工厂，国营清风机械厂，隶属于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。1965年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02工厂。1968年在湖北军县建立三线生产基地。2385为所建四家三线厂之一，后因地理、交通等原因，经总后批准，2385工厂筹建处一工区授予代号3611工厂，将所属23工区分开独立，另成立一个新厂，厂代号沿用2385。1974年十月，3602工厂由上海整体搬迁至军县，与2385厂合并，工厂代号改为3602。1993年，3602工厂开始搬迁，2005年破产倒闭，番号取消。这些楼房里边还有一些住的，看这个二楼上边还晾着衣服，有人住。琵琶也熟了。到旁边还有玉米，还有一个大哥在那儿整菜地呢。这道边也有菜。这个地方还修了一个小公园，还有健身器材。杉树这边楼房是四层的，三楼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大哥在那儿乘凉呢。前边那一栋和这一栋门窗都已经拆掉了，这一栋连房顶都已经拆掉了。玉米长得不错，刚施完肥。花生长得也不错。前边还有地瓜，这地瓜长得也相当不错，非常好啊。这个楼上看着还有几户住的，啊，还有一个放学的小妹妹，旁边也都是菜。前面是玉米，这一栋建筑看样子像是电影院、剧场，但是它这个正门啊都用红砖给封死了，好像是进不去啊。我们上去看看。只剩下门柱，门也没有了，这个门轴还在，给封死了。但是它是右侧有一条小路，我们看看从后边能不能进去。这边也是进不去的，从东边看看能不能进去。旁边也是种了一些菜，前面好像一个门洞，看能不能进去。哦，这个门能进，从这个门进去。有人不？哇，好大，真是不小。地上还有一些固定椅子的一些螺丝，但是座椅都已经给拆完了。
顶棚啊也有一部分塌了。它这个舞台啊是在南边，南边低，北边高。并且它这个看台是两层的，上边还有一层。观众啊就坐在北边，坐北朝南，看演出、看电影。北边的正门啊，已经给封死了。啊，上面还有楼梯呢，我们楼梯上去。是二楼。讲卫生光荣，不随地吐痰。二楼上边是些台阶，在台阶上边安装座椅。啊，从二楼往下看，效果果然不一样。这边还有楼梯。看看还能不能上去。哇，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放映室了。地上还有一些废弃的袋子。就从这儿把影像投到对面。好了，电影院看完了，去下一个地点。从电影院出来啊，旁边这一栋房子玻璃已经碎的差不多了。墙上写着经营服务大楼六个大字，这是不是之前的百货大楼啊？买东西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是之前3602的一个厂房，现在已经给人承包了，成了一个小工厂。哎呀，今天啊可实在是太热了，33度。3602我们就看到这儿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下期再见。